我靠，拿了张预言家，我的天呐！谢谢菜菜的真的爱你，谢谢菜菜。天亮了，现在开始警长竞选。想要竞选警长的玩家，请举手。哎，我那个雷电模拟器怎么没了？妈，全在井上。预言家啊，昨天晚上摸了这张四号，四号是张狼人，四号是张狼人。然后呢，没办法，我天生吃不到这张警徽的，没办法，不退水啊，不退水。井上的话就摸摸右边吧，不要说你什么哎什么边角位什么东西，我这些都是伪逻辑啊，不喜欢打伪逻辑。四号是张狼人，反正也没警徽了，就随便丢丢吧。就摸摸这个后置位吧。这个七号、八号要起跳的话，它就是张狼人牌啊。别说什么留个什么，别让你狼队友暴露，不要让你狼队友暴露，懂吗？可以打我，但是不要让你狼队友暴露。我是张狼，我没必要给这张四号发一张啥啥。我是预言家，然后警徽流我给你你们后置看位吧，啊，四十一吧，四十我一，给你们期待看你神啊！经发言，在哎，你看我没有后自置爆位键，吧，没事，反正哎，你看我四没有号自爆键，看到了是吗？神预言家，你看我没有自爆改键，成这个带警我徽是的预言好家。吧，不要拿这点来打我啊！你打我你就不是好人，好吧？你就是张狼，没有，因为好人都是有容忍度的，对吧？口误，刚才那是口误，不要说我随便叫叫啊！我是点了什么临时杀戮这些东西，怎么不说？存在随便的。我觉得你不太像了，我点了也是他，慢慢聊，因为我好像没有听到，因为四你自号己你妈解释离两遍，线，一个说你不退四水，号一个离说线你不说你玩什了，么你就随便跳跳，点了岩石沙漏什么的。我本来觉得你像诈身份的，然后没觉得你是什么那个跳在正儿八经悍跳或者起跳的预言家什么的。那你后来仔细谢谢看我小的话，瑞你这个的上手就只能是万空彩降烟花。牌，不太会像预言家的，对吧？你要是预言家的话，你肯定得讲讲时间够啊，你讲讲为什么会验到四啊？这个事儿不就很怪吗？我本来直接杀人的，然后你也没讲，然后你都知道四是唯一井下的，你还搁那儿留什么警徽流呢？什么实习，什么起跳这样那的，没警徽，不用留警徽流，你就说四查杀，解释一下为什么验四就完事儿了。哎，真的哎，这人说话真像你不是特 KS，像，不是特像预言我家，天呐，我看一眼，你唯哎一呦，像还就真是是警徽流他，的面就好是家你给伙，他发了一个，就不要警徽这个事儿。但我就在里面去选择嘛，正逻辑反逻辑都说得通，我会倾向于你是有点想去打这个心态，活心态的这个事儿。好吧，啊，我是好人啊，听听后面对号的对比吧。反正我听到这个观点，我觉得不太行。这游戏这十号玩家，这声音太眼熟了呀！我本来对这局丧失了兴趣，但是好像又有兴趣了。我觉得九号玩家应该不是。其实乍一听这个九发言的时候，九号玩家给井下的预言疯家了扔吧！了个查杀，我想着，哎，这得是个预言家，我不警用徽查都杀没了，我了。就跟着九走就完事儿了。但是接着这个九去聊，他那个，就他那个发言出来吧，有个点很奇怪，我突然给忘了，但是也没了，好吧，九应该不是。就非诈身份即悍跳，去搏那个心态的，要么就是搏心态的狼人给解。他应该不是悍跳吧？我跟石勇同情感就是说，他只能是个亚跳，他
他甚至都不是个悍跳，他解释的太多了，你明白吗？有你对某一些事情你解释的越多，别人就会觉得你是在掩饰什么，你不会对你已知的事情去做过多的解释，对吗？我给石标了一张好，这个石印呢没听出来，我只听出来石印是个花痴，其他我真没了，对吗？我反正是对酒更倾向于说你就是个亚跳的，你这个位置但凡真的到后座位，就形成你跟另外一张牌对跳，谁你有发言，全场人都在打冲锋，都在锤你这个牛，你信不信？谁第一个发言的？那我这个位置我就只能去盘这个十，这个九就只能形成一张亚跳的，就没了，过了。我所有的听感都给你们转述了，这个十一我没听出来。九三发言的哦，只是听出来。一二三四，我给井后这位井上发金水，好像不太合适吧。然后我昨天验的二号是张查杀牌，为什么验二？其实验二我没有什么心路历程的，就是因为可能就是好朋友嘛，好朋友就是我就摸一下他，就是来这个局里都陌生，就可能就认识一个，想看看他。他如果是好人能帮我归归票。然后因为四号是唯一一张井下的牌，十二这个位置有一个非常奇怪的一点，九号如果不退水就肯定是张狼人牌，十二说九号是亚跳啊，在我的认知范围内，亚跳不是应该往井上后置位甩什么查杀金水这么操作，那叫亚跳。他往井下唯一一张牌身上甩了个查杀，这能成为亚跳？在我眼里他就是悍跳。所以说我给你们提供了两张狼人牌，因为四号现在离线了，四号只能是我的，他就是我的反金。然后我希望四号如果回来能把这个警徽上给我，因为他就井下就他一个嘛。然后我警徽流就开一张十二号牌，十一号是张花枝牌吧，因为我觉得十一号的聊天跟十不太认识啊，不太认识。然后十号牌我又听的又像一张好人牌，所以十十一我就不验，因为我自己是一张边角位的预言家嘛。然后因为十二号说这个九号这个亚跳行为挺我觉得听着挺刺耳挺奇怪的，所以我的警徽流我就先压一张这张十二号牌。然后二是我的查杀牌，我给你们找到两狼，就是一张二号一张九号，那个还有一张警徽流，我就先单压一张吧，单压一张十二吧，好吧。因为后置位的发言我都没听过，四号也离线了，所以说希望那个这把能拿到警徽吧，然后呢大家就直接先把二出了，然后我警徽流就单压一张这张十二号牌，然后二九是两狼啊，我就过了，我是预言家啊。啊，我验的那个十二号是金水，我警徽就留七留八，因为我觉得首先我觉得是这样，因为九号呢一定是外置位的一张炸身份的好人，他我猜测他是给四号发错了一张查杀，所以一号那个位置呢知道九号不是那个真预言家，他知道真预言家开在后面，然后他能精准的发到我预言家头上，那就说明我得盘井后井上多狼嘛，对吧？这个在网杀里面都要说的，那我就警徽只能验七验八，就是我后面井上的肯定是多狼，还但是东西其实也没什么太大用处，但我说得这么说，然后我警徽流也得这么流，我觉得其他没什么，我就是验十二就没有什么为什么，就是想验就验了，验的十二是金水，那后面就听后面还有井上人发言呗，因为四号已经离线了，九号你也够厉害的。你给四炸了个身份，他就直接就跑了。其他的也没什么吧。一号这个位置跳出来，我觉得不存在跟九认识。所以一号是那个悍跳的狼人，九号是外置位炸身份的好人，十二号是我金水。其他的再看吧。我警徽只能往后置位的这个井上流。当然这盘可能大概率没有警徽。那也没什么办法啊，那我就过了，我预言家啊过了。我这是不是有点贴脸了？我这是不是就有点太厉害了？我说预言家发言太好了。没太听明，我感觉我只听大致听了一下，这个九号是不是跳了？然后好像一号也跳了，然后二号也跳了，然后但是一号认不认九号跳没用。九号更像一点，但是
你二号一号二号又跳了，但不知道。喂，一号发言稍好一点吧。啊哈，但安娜反正都拿不到警徽了，我也不知道谁是哈，没太听。嗯，一二差不多吧，我感觉。一会儿再听一准吧，再听一准。我感觉九号，本来我其实感觉九号更像一点，但是九号退水了嘛，然后你们一二看着整吧，再听一准行吧。我在想，要不这样子吧，你前置位的发完言的放手好吗？如果要警徽的话，我这边拿警徽。其实二在那个位置跳的话，我觉得他不像，好吗？一那个位置也不像当预言家，为什么？因为他那个位置说什么？不会你是预言家吧？九给四发他杀，然后四是他反向警，这样四一开始是离线的，包括一直到这样十一发言，这样四还是在线的。那你觉得四号牌作为一张好人牌呢，接到查杀之后他还会去离线吗？所以这样是怎么可能可以作为你反向金呢？还有这二号牌你怎么验也验不到这张十二吧，这其中之一。然后其次就是你警徽怎么可能往七八里面去看呢？一号牌这个位置给你丢查杀，不给六丢查杀，那会不会他跟六的那个狼面会比七八那个位置大一点呢？对吗？而且他这个位置给你丢杀，不给六丢杀，那你是不是可以去盘左置位可能开多匪啊？啊，四又是丢错了查杀，那三五六这三张牌里面是不是也至少得开两匪以上？你警徽怎么能留到七八？哎，再听好吧，我觉得二也不像，虽然他是张银水，我拿女巫牌，我不会去。就是饮水跳预言家我不是很信的，好吧，我不会去看是饮不饮水，我只是负责报给你们让你们去分析，好吧。然后一二三你们可以放手了，好吧，就警徽给我拿了，不然的话这个局等下随机发言的话让狼人牌在末置位规避。我玩天狼最听女巫话了，好吧，就怎么说牌的话一三也放手吧，就六七八你们发言就放手让我拿。我太听话了，我就是女巫，好吧。二的话，他如果他不是张饮水牌的话，我是绝对不会去站他边的。他那个发言，但是基于他是张饮水，所有选择井下再听一二两张牌发言吧。没了，我过了。我直接一个大退水，怎么说？哇，这女巫不信饮水，这游戏怎么打？这女巫连饮水都不信了，这游戏怎么玩？不是这三不听杀吗？五号玩家有一个是这个东西可能是比较伪的，因为我是站边二的，不是你报不二报二饮水。今天轮次是这样的，五号玩家一六的轮次，我是信二是预言家，哇，六的轮次，因为我没有身份，防止二玩家等一下说我六是个勾，我告诉你细节啊，细节是什么？勾不了一点，兄弟，铁好人。十号玩家勾不了一点，不认识九号玩家是预言家，含了十有可能是诈身份，勾不了一点。十是不是个好人？现在，十一是听着十号玩家的发言之后，告诉你十一的声音比较熟悉。我告诉你，十一是 KS， 这一是荣耀，这二是 DY， 有没有看过《京城大师赛》？好吧，你看过就知道了。其他没了，我就说先说这几个人啊。所以十一号玩家发言是划水的。当时我听十二号玩家发言的时候，就给十二标了个好人。一说是因为他是边鸟位的预言家，对边鸟位怎么怎么地的时候，听一就不是一给二查查，甚至我认为是仇杀，不是说因为二怎么怎么饮水又给二查查那个东西。三号玩家是什么发言？三告诉我听九发言，以为九是预言家，他是不是给我们所有好人都已经产生了视角不一样的地方？这就有一些科学根据的，一三假杀二。哎呦，九唯一还真是，哎，一点是九给四查查四，还真是牛，你知道吗？牛这一点，因为九给四查查高配，我就逮着六号骗了，对吧？能有预言家的面，只有这一点。
那三号玩家我哥们这把就逮着六号骗了，这逼肯定有身份，没准是个枪。那三是不是狼啊？一三是不是假杀这个二呢？这逼没准是个枪。这个二是二自己说的。井后这位没发完盐的牌，井后这位没发完盐的牌，流进井回流就非狼其菜。那因为我知道这把二是预言家，我占名二嘛，那他又留了井后这位没发盐的七跟八，那他不是狼，那他是啥？所以那我就不知道了。反正这个话是他自己说的嘛，他曾经说过留井后这位没发言的牌就是非狼即菜，那我认为他是预言家，他留了七跟八没发言的，那我就不知道了，其他的你们自己去盘嘛，好吗？我站边这个二号玩家，我等一下我放手，你看一三等一下跟不跟你刚进我就行了，好吗？其他没了，我站边二号玩家，今天一六的轮次啊，一六的轮次啊，姓二的出一，姓一的出我六，行，哎，行，他这个女巫啊，他下面带不了队，把预言家给扛退了，又跳出来。行啊行行，没有警徽，行，没毛病啊，没毛病，没毛病。一六的轮次我看可以。因为第一次匹配到 GY， 我一听到声音真的好像啊，这里边我就能听出他的声音来。我抓紧时间去抖音看了一下，还真是他在直播，他有幸上个电视。上电视要聊啥？你看这 GY 批一下摇吧，你上。他说刘后这位没发过言的牌，非就是非狼即菜的这句话，应该是我听别人说是你拿狼的时候打预言家的，这么打预言家的是吧？哦，一会儿批一下摇吧。然后我站边一，站边一的心路历程就是 GY 没拿过预言家，他只会拿狼，好吧？我滚你妈！非狼记其他牌，不可能有预言家，好吧？这是我站边这样一。不会，他来我直播间正好听到我说我要骗六的事儿吧？我最开始给十二标了个好，但他应该是给他狼头慢发中。我他妈吐！没有，肯定不能。我妈吐了，是吧？你看，这个六一下子点出三张大主播来，那肯定是夜里打好板子的。真预言家出来了，十二估计是他狼头慢，我就直接站边这一。你要盘狼的话。这个六说这个二自己打自己的脸，非狼即菜，这鸡歪也不菜呀，那不就是张狼人牌吗？你怎么还能替这个二扛一推呢？对，你也不能这么打通啊，是吧？我站边一，剩下的就不知道。今天新学了一个词，压跳，是吧？以后我玩摩能比较第一次听到这个词，谁是狼我不知道哈。这四还没回来呢，四还没回来呢，我放手，那把警徽给五吧，警徽发言。然后你再听一下一二末这位发言吧，这个三可能是一张比较通透的一张牌吧，就是你要是因为一二对跳的话，你听不出谁是预言家，还这个九还更像个预言家，如果他不放手，毕竟给井下发了张查杀。我现在盘狼就是二十二了，外这位点不着了，断麦了哈。这十一，哦，我说怎么都打这张十一是个什么发师牌，原来你们都认识。好了，一是个预言家，什么玩意儿？认识什么玩意儿？应该一是个狼，七是个狼，这个九不知道是不是狼，那九应该是不准。为啥一不是玉啊？一给二丢个杀，他对前置位，当时九跳的嘛，四是离线的，九给四发长杀是离线了，一对四的那种反应，他对四相当于是零反应，懂不懂？哎呦，回来了，哥们儿！前置位的发言，我哥们儿回来了。十和十一、十二上张牌的发言，他是没有点评的，比较滑，警徽流就单掉一个十二。当时十一的发言其实我是比较好的。十的发言我没注意听啊，为啥十一背好了？因为十一号这个位置对九的点评就说这个位置，对九的点评就是这样扎身份的，不是扎身份的拿不起张玉就是这样拿。闭眼的视角一听这九的发言就是白天验人的，懂不懂？80%是这样扎身份的。这个十当时对九的反应好像也没有去点评，这十应该也是个狼。
因为别人的视角，九号这个位置就两个选择，一个张身份，其次一个就是张狼，拿不起张玉，懂不？十好像对九没有什么点评，当时只有十一号这样去点评，当时十二去打十一的时候，我认为十二号有点像狼，但二号这个位置给十二发了个金水，我就把这个狼标给取消了。谢谢主持人于云的热气球，谢谢，感谢感谢。十一视角和好人视角应该是相同，都是相仿的。对九的点评应该都是一样的，所以说我觉得十一是个好，十二打十一我觉得不好，因为毕竟为啥要去站边这个二啊？我觉得二和四，如果五号不怕二赢二赢水啊，讲个道理我会再听一下，为啥呢？因为二的发言其实也不太好，但是加上他有这个饮水加持的情况下，我自从二号知道了。被查上了，他这个位置原地起跳收益不太大，你说他这个位置嘛，给外资发个金水，你说他打七和八的情况下也不太好就行，因为肯定炸的，不管你们说的是谁说的，我也不知道你们说的那个谁，我也不清楚。喝点吧，喝点。想要竞选警长的玩家请举手。啥意思呀？这四号回来不会把警徽直接投一票死，这凭啥跟女巫刚警徽啊？三号哦，四给五还行，能不能今天我就外置位出三，真够逗的，能不能外置位把三给我归了？你看到没有，五号玩家，五号玩家，我说的没错吧？当然这个东西很伪，因为我用这个理由去站边二，而且结合听三的发言，而且八号玩家，我告诉你是十聊了九号玩家怎么样，点了个加持卡，你可以看面嘛，是十一是划水的，十一说的十号玩家声音好熟悉啊，就没了。嗯，对，确实十一说的。你听错了，你说是十一在点评九，十没点评九。你自己都没自己去看吗？是十在点名九，十一没有点名九。那如果没错的话，就一三七十一吧，一三七十一差不多吧。那二号玩家自己分析呗，他跟十比较熟嘛，他可以听十的发言。那今天我都不用出去了，那三反正肯定出去了吧？那五号玩家，三给你刚警徽，那三号玩家是不是出去啊？我看直播间标我高倍枪。嗯，哇，三狼两刀找枪找不到，这还能比我是枪的？哎呦，你真的你找不到枪，啊，过来吧。啊？啊，不是枪吗？不好意思啊。狼了吗？这二号不给十二标了个宝石吗？宝石好人，他不应该先标一个金水吗？是不是？哎，出三干什么？你不找到狼了吗？一三七十一，不是先出一吗？高配枪不应该呀，他给你标高配枪，这真明出你是个枪来了，然后高配加个双引号吗？悬呀，我不相信哈，我不相信即便是个那个正如哪张牌来打他，非常危险人。我打的，我不打这种主播的话，反正就是非常危险人，非狼即狼，我不开玩笑哈，不开玩笑了，我还是不站边这张，不站边这张，这个不站边二号。哎呀。对，就这样，没啥聊的了，好吧？那一号牌十张狼人牌，一号牌十张狼人牌能给二号牌这张牌发叉叉，这不是找刺激了吗？是是他可太他妈喜欢刺激了。嗯，他点十一是个狼，十一这张牌，他警上没有任何一张座位的牌，凭什么点到一的狼坑里呢？你是实在找不到狼了吗？不好说。宝石，实在找不着，你不能说是你高配啊，
你高配什么呀？你也没盘，你盘，我这九都比你高配好吧？几号牌？发言好吧？我信你是张好人牌，这个六就是四枪还是枪呢？我操！没啥说的了。这个八，哎，不是，我就好奇了，就你们这些牌好像都是有明踩暗踩的，这张都踩了这张二号牌，最后怎么还能站边这张二号牌呢？哎呦，你看看一号牌虽然说聊的没有那么好，他其实也没有爆点呀，是不是？那我们的心态怎么不一样呢？那你们这二号牌不就是常年拿狼的吗？啊，你见过他拿预言家吗？你看别说京城大师赛了，什么赛里边他也很少拿预言家呀，是不是？不用拿狼吗？又不买张狼人牌，什么勾八逻辑？他这是六八真的很怪，这个八还打这个十二不好，打完十二不好之后还要站边这张二，我都给你盘二十二双狼了，给你玩个花板的，你这个位置还能站边这张二？好吧，那是你们的问题了。我前这个发言也没啥聊的，因为没有啥因为了。我一会儿等我发完言，你们再评价这个棋哈。我现在还没有看不到你们的评价呢。等我进直播间看一下，这个七号牌是低配平民牌过麦，初二。他应该不是不太像吗？那问题是我不在你的盒，因为我自己没看别人发言的时候，那就是十四张盒，十一和十一给十，对吧？十二号四张好，因为十二号当时去聊十一，那就证明十二号四张好，因为十一是我从六的 Q 中说十一没咋发言了，发言是十，那十四张好，十的发言一定是张好，不管他这个位置拍枪啊，不管他这个位置是不是枪，六的发言就一定是张好，六的发言构不成给这边二打冲锋，我不知道站对站错，因为加上我其实。因为这个位置已经，他这个位置知道了，他这个位置原地干保，我感觉收益不太大，好吧？而且聊到七八七月，七二四狼这个七应该也是狼，这个七狼是定铁定了，跑不掉了，好吧？再听一轮嘛，再听一轮，因为这个七二牛警棍牛豆豆七八我确实有点问题了，再听一下。公共狼 K 挤出来一和二两张牌不用管吗？狼 K 是挤在这个七的头上，挤在十一的头上，挤在九的头上，挤到三的头上，对吧？四号这位置能上票回来，能上票给这个五，四号咋能上到这个五呢？都没听到发言。那四号不管的，能上警徽就是一张好，带着警下能上票的都是好，我自然认为是这样的。那公共狼 K 挤出来也就这么挤。这八号发言有点拉低我呀。啊，这八是不是张好人啊？听得像张狼人，真听得像张狼人。这八在聊什么？八号，你这么有逻辑，能不能点张加斯卡在这边盘一盘？不要点杀戮好吧？你打谁是张狼？你点张加斯卡盘一盘啊，证明一下你这个好人身份啊！加斯卡不是好人的这个什么入门门槛吗？你证明一下子，这个八号就感觉像张无成本在打这个山洞的狼人。我家小，所以就声音会说的比较大。干谁的话，我觉得等我赚了钱买个换个大号，一号更可信一点。这种牌就给这个二号牌发张查杀不要命了。但这六号他说他是张枪牌，不知道啊，这六号肯定是滋水枪吧，应该是滋水枪。我觉得好人没必要就是说这个，哎，让我这个身份六号什么时候跳枪了？ 他不是八号在乱打，哎，说什么这个坑就在这个九号，我九号应该干了一点匪事还是好事啊？我也分不清啊。八号，你帮我分一分好吧？分一分我，然后我看看我的那个滋水枪应该对准哪边啊？八号，八号，
慌不慌？我有可能不是抢，有可能真是直腿抢，或者有可能是这个钝的。不，脚不可能是冷，脚紧上架，身份放手的。把我慌得要死，这右置位，我觉得打我的应该都是狼人吧。我给这个井下的话发这个查杀，应该，我觉得应该有人会相信我。这个十、十一、十二，听感都不太好。他保了 A， 他说是十、十一、十二都好人，我觉得应该跟这个八号反着来，我就应该站对面的。这八号这么有逻辑，哎，我还要想想。你想什么？你就直接打重算了，你干嘛这样子呢？对吧？打冲好吧，25秒，你聊些什么呢？前置位有五号女巫，爱饮水自刀，有这个自刀可能性，不排除，不能排除，但这个爱确实发言不咋地，我过了，我好人。十二玩家发言啊，九反正暗跳了个枪，哦，我听你发言是这样，然后边没站，阴阳了一下八号玩家，反正大概就打了一下八，对井上打你的人不看好，我倒是想说井上谁敢站边，你是不是跟任老吗？你那发言自己几斤几两，自己心里面没点数吗？你跳的什么呀？还能说你是预言家的，我惊了我都。一二肯定还得听一听，因为我跟一二都比较熟，然后一个是饮水嘛。他的确有可能会自刀，但是普通的一局路人他需要自刀吗？这是个问题，这第一个点。第二点是一号玩家是狼的话，一号玩家砍了二给二发杀，这个事儿也是要去做一定的心理建设才能去那个去站的，所以我得听他们今天对外置位的点评。哦，井上其实两个人发言都是说难听点都是比较靠前，已经没有什么太多逻辑可以盘的那个。那你妈你站谁边？然后一号玩家要去验，也不说你废话什么玩意儿呢这么多。对跳对手，二号玩家是说九号玩家发啥发错了，四号玩家认了四一个好人，打的是后面都开狼，开很多个狼，但是又说这个事儿不一定，所以其实逻辑上井上是没有办法判定谁一定是预言家的，哪怕五号玩家跳了个女巫说二十饮水，我反正是不太会拿饮水就当百分百好人去用。我是不太会这样子，好吧。然后我会听完一号玩家和二号玩家这个轮位置去对井上两轮，你说后面他后置位的把三五六七八那些发言，包括现在五十十一十二的发言，去点评之后我再选择去站边。然后外置的话，我是觉得井上那四号玩家是挺像狼的，好吧。我不管，我觉得他可以是一的同伴嘛，应酬也可以是二的同伴，再打点黑，因为他去站边的理由是说二号玩家永远拿不到预言家，我觉得这肯定不是一个站边的理由啊，那肯定不是站边的理由，怎么可能？说什么这个人拿不到预言家所以他是狼，系统是随机的，十二分之一的机会啊，你总有一天会拿到预言家的，你凭什么觉得这一盘就一定不是呢？所以你的战兵的理由你七号玩家就一定是个狼。然后八的话井上我听着打了七我觉得是还行的，但是他没有去盘七号玩家垫飞这个事儿。然后井下的话都在听一听，那我就等会儿看看他的投票和我等会儿听完一二的总结发言之后看看我的投票是不是一致，好吧。然后我是好人，我听完一二的发言我再战兵票。还得听一二，为什么还要听呢？站边，这怎么站边？这都太强了，这怎么站边？这八号玩家没有听错发言啊，六号玩家你为什么要篡改别人听错发言呢？八点评的是十一号玩家点评九号玩家非炸身份极狼，这句话像好人。六号玩家这发言啊，有点拱火的意思，不太好。不知道这六号玩家发言是不是那张好人牌，我听不出来。这一二发言，六号玩家说什么不信这个饮水，这句话挺奇怪的。二号玩家是一张接查杀跳的饮水牌，不是是那么一张饮水牌跳预言家了，所以六的发言本身有点奇怪。就算二是预言家，六号玩家有可能成立为那张井上想要活到最后的火种倒狗狼。我觉得这个六有可能是匪徒。七九两张牌，我觉得开一张狼，开一张猎人吧，因为。
因为是这样，这个九号玩家给井下的那张牌扣了一张查杀，但是这轮的发言我也没有听到九号玩家就是去分析一跟二的独立发言，所以我觉得九号玩家有可能拿狼，并不一定是前这边那张炸身份的好人，而且九级有可能是井上那张随便跳跳狼，然后发现自己狼队友这开在一二当中，对本局游戏有一个比较高的期待，然后跳了，所以九张牌有可能做匪徒吧。我觉得七九开一个六号玩家有可能是一跟二，我也不知道站边谁，这怎么站边？要不那我拍个身份吧，十一号玩家守卫牌哦，一跟二看着站吧，我也不知道站边谁，因为十号玩家分析的那两点，而一号玩家是狼把让二号玩家砍了给二丢查杀，以及二号玩家拿狼为什么要去在路人局去选择，这不是铁狼吗？我觉得这两点十一号底牌铁狼，他不站边跳守卫干嘛呀？那不是疯了吗？当时二警会十一号铁狼七跟八里头，我没太守卫不了一点儿，就是找狼的位置前置位十二开出是张金水，铁狼为什么警徽流要他是守卫，他不耗票，他占不了一二，那他跳守卫干嘛呀？这不是纯狼吗？一是个狼吧，七是个狼吧，对吗？九在的位置跳枪，你告诉我七九这个位置出一张枪出一张狼，你都听到九在的位置要跳枪了，你告诉我你去锤这个九四张狼，你告诉我，对吗？那行，咱就不聊这个问题，聊这个二已经醒着自刀了，他是不是往后坠丢个查杀？你觉得六不好，六在的位置起身，如果二自刀他往后坠发查杀，对吗？就算发到这个三三跳个身份，六这个位置你觉得六像狼，六这个位置起来补一下就可以了，六这个位置凭什么告诉你说警上觉得二像呢？我的金水站边我了，那二是给秦坠十二发了一张金水牌，他就不，你要盘二是个狼，他只能说二这个位置长后坠的视角，对吗？那何必呢？他已经醒着自刀了，他去给三丢个金水牌，他知道三这个位置底牌可能成一张好人牌，或者说啊，他三四张盖五六为五六五，怎么说呢？那句话，就只能说是，如果二是个狼后缀开，他多狼队友，他才能去给秦缀发张金水牌，因为他不确定后缀哪一张牌起跳，甚至说他已经接查杀了，他没有必要在这个位置藏后缀的视角了，明白吗？嗯，我站歪哥的边，好吧。我兑换你二，我希望说让你儿子出来找一下狼，因为我觉得你儿子顶着狼坑其实挺对的，对吗？不用惊动他老人家，我自己来就行，这把就没有什么。这把狼已经很弱了，逻辑去盘的，这把四狼都找齐了。是，你十一是个狼，明白吗？我跳出来呢，我是个守卫，我跳出来呢，我也不会去守这个二，我虽然信这个二，好吧。我不会去守这个，你十一跳穿了我的衣服，但我觉得你十一在那个位置去盘的逻辑，所有的逻辑都是错的，因为 你跳个屁呀、啊！哎呦，你锤了这个七，你觉得七的发言是？你跳个屁哟、哦！那你为什么要去锤这个九？你对十的发言是说，你甚至有点忽略了十的发言，好吧？我不觉得就歪哥自刀能给一张好人牌发金水牌，其实我是张守卫牌。明白吗？其实我会不会觉得我自己玩的挺菜的，这个位置就把守卫跳出来，十一这种发言应该大家都不会质疑，认十一底牌是个你还知道呀？那行啊，我觉得蓝坑初步蓝坑应该是一七十一外出，坏了，好人吧。首先九在我视野里一定是定好人，因为二九构不成共编，因为我给二号一张自刀狼人牌发了查杀，那九号如果是二号的狼队友，二号就没必要原地干拔嘛，二号就直接表水就行了，九号刚在井上就行了，是吧？所以二九一定不认识，
然后我觉得四号也是好人牌，因为二号他在井上发言的时候能精准的说出九是那张炸身份的，一号是预言家查杀塔，他在他的嘴里我是悍跳牢嘛，那就说明他看到了九给四发查杀也是发错了身份啊，所以九是一张好人牌，四是一张好人牌，剩下想保的一张好人牌是一张三号牌，因为狼人都是能分清楚谁是那个真预言家，谁是那张狼人牌的啊。三号牌井上发言说要占九，所以他肯定不是狼，所以三号也是张好人牌。然后五自己跳了女巫嘛，然后我自己点的狼坑，因为十二号井上也有很多就奇怪的点嘛，就是因为我前置位也保了十啊，他怎么在后置位七八去开宴呢？所以说他的警徽流星。谢谢皮皮卡丘的告白气球。丢失了十啊，所以其实我觉得十号是张狼人牌。我自己点的狼坑，因为七八是互打关系，所以七八肯定开一狼。那十一十二对跳守卫，那十一十二也得开一狼。我觉得是狼坑是二一张，十一十二开一张，七八开一张。剩下的就是六十里面开一张，这是我点的狼坑，因为他六毕竟自己穿了猎人身份嘛，我不知道这个此信息为真还为假，所以说他跳了神，我就不能把他点为定狼坑，我只能说六十。我今天也到初六，我也没有警徽啊，我能告诉大家的就是我保的好人是怎么怎么些，我点的狼坑是怎么怎么些，我就聊我自己的，我就帮大家找狼就行了。所以说我今天最想解决的问题，我不知道晚上会不会持刀，明天能不能爆出这个验人啊，我会在七八里面验一个，好吧，我就验这张七号牌，我会去验张七号牌，然后明天如果能爆出来就爆，如果七号是金水，八号就肯定是狼人，七号是狼，八号就肯定是好人，因为他们是互打关系。然后二号肯定是一张那个啥狼人牌，因为八号那二号他能不能就是夜里安排好的格式就是要自刀悍跳呢，是吧，所以说二号今天好人就跟着我出二。那个一三十一是三狼，还有最后一狼就开在七和十里，我就验七就完了啊，因为七号打我点说我拿不着预言家呢，这也没办法。今天肯定出一好吧，然后哟对，然后六号说什么要是你们不信二号就出他六号，那这个就看拿警徽的女巫怎么考虑了啊，然后就女巫你可以定个轮次啊，反正我是原价，我今天就验七了，因为我觉得最后一狼就开在七和十里面，其他外置听完就都没什么。那三不是一号还能保三号是好人的，那五因为当时四号离线了，五号让所有人退水啊，三号是跟五号刚警徽的，而且三号还能信九是原价的，对吧，这个三号就当不了好人。还有什么要说的哦，那个给那个井上后置位发金水这事儿，前面已经形成对跳了呀，那可以验后置位。我之前说那个是如果没有人对跳的情况下，那你给后置位井上发金水非当即猜。其他没了。女巫说我井上留警徽留的不好，说什么一号为什么不给六号发叉叉，那一号六号在一号里面凭什么是特殊的呢？因为难不成是因为所谓的什么边角位这些东西，边角位这些东西我从来不认。你按照这个游戏是一个圆形桌子来讲，那我这盘只需要盘出我后置位井上多狼这一点，我就一定是冤家，我管什么他给不给六号发不发什么金水，跟我没关系。其他的没了吧。四号因为一号刚才发现他去保了四保了九，说明他现在第一天的票他想拉四拉九的票，所以我觉得四号和九号不认，应该是不认识一的，所以四号和九号应该是好人。然后四号还把警徽给五了，反正再听呗，反正我的狼坑就是一三十一，然后七和十出一张我就去验这个七，然后十二号你确实没必要跳守卫，你跳守卫不是又给自己增加难度，其他没了啊，我就说这么多吧，我过了啊。这发言是不是有点贴脸了，也太好了，我这原价发言、哎、听第一轮发言我感觉一号稍微像一号差不多吧，那但是这一轮的话就是上一轮我感觉一号可能稍微像一点，但是二号也不差，但是这一轮我感觉一号二号真的是人家一号一号一直是站在自己的视角里，
再盘逻辑，而且他的逻辑在我这里是可以，怎么说呢，是认同的。然后你二号是只是在一直在聊他的问题，聊他的那个爆点嘛。而且你说的点，他一号认，四号九号好人，然后你也认，你这个发言我感觉更稍微像狼一点，好吧？我不敢说你肯定是狼，但是感觉大概率是张狼人牌。你他怎么不解释为什么刚警徽？你解释解释。然后其实我刚刚我确实是在吃饭，然后我也没这么定，我从是从十号发言，我感觉十号发言就是我只大就是听语气嘛，其实逻辑的话我没听太多。然后他十号怎么说，就是语气我感觉是像好人一点。然后十一号我感觉怎么说，有点软绵绵的感觉，像张狼人牌。对对，十一跳了个盾好像。然后刚刚二号还说十一号像张狼人牌，但是我听他发言，其实对，我突然想起来他刚刚好像跳盾了。但是没人跳盾的情况下，我感觉他应该不是狼吧。但是然后十二有点忘了，但是我感觉这一轮我感觉我会占明。怎么说，人家在散步，人家不是紧张，人家在散步。二呀，初二，我不知道我上对没有啊，因为我有事我离线了。坏了，我听十二像狼，我觉得十一是个盾，二这位置顶了十一是狼，那今天初二吧。我听一二的发言，我觉得一像吧，虽然说他这位置坏了，他觉得我是还是一张好人牌。这他妈是好人吗？还有去聊这场上的格局啊，其他的牌我也没有听，我就唯一听了这个九给我发查查，我就离线了。我就想着，哎，难道三号是好人？后置位的预言家上票就行了。结果我一回来看，只有三和五在井上，而且聊一些我听不懂的，对吗？我回来的时候是八号在这个位置盘，对吧？说什么女巫牌，我就在三和五里面头像选了一下，我就选了这个五啊。我谢谢 Scenario 的保时捷，确实看头像选的。谢谢 Scenario 的那个保时捷，那初二呗。我是三五的头像，我就选了这个五的头像，我就随便上的，因为我回来我肯定得上这一票，我就选择这几天来上这一票。只是我没有，我不知道的是，我居然就我一个人在井下啊！我连场上什么牌我都没有看，我就离开了。但我觉得九像狼啊，九给我发查伤，那九是狼，二九是二。哦，不是，这个 B 是菜，他不是狼，这个 B 他是菜。你听他说话，就感觉是个废物，不是，就是水平低啊，水平低。这，好吧，我觉得你们怎么每个人点加值卡？我去，那初一吧，我觉得一没有聊到我心坎去，好吗？他那肯定啊，其实我听账三就特别像匪。就他在聊那些跟这版没关的东西，那时候九都已经放手了，三在的位置旁，我觉得九像预言家，我感觉他跟我们不是同一局游戏。这样一那位置反手就保了这样三，对吧？七号牌那个位置井上井下的点卡去占你一号牌边的，你验的话你笨狼验是拍刀了八呢，你验这样七干嘛？我直接拍刀，你是不敢给八发查查，又想五号女巫，六号枪，好吧。十一号，其次十一跟十二位跳盾，你认为哪张牌是对？我今天扛推一号，晚上直接一刀五，明天直接排到十一，十一必自首。你井上听完不多说十二的发言，你有分辨出他们两个哪张是盾牌吗？对吗？你一开始是去打仗十二位狼，那你聊着聊着又不聊了，你说十一，我这么在直播间一说，这七号还不得铁头玩啊？我相信这样十二，十一在那位置跳盾牌出来，我不知道他在聊什么东西，好吧？啊，还有什么？还有什么没了？本来想了很多东西。哎，不用说了，兄弟，有战队标。我刚去那个 JY 的直播间，一听他那边发言，我就很多东西都忘了，好吧？我初二读三，好吧？初二。啊！怎么又他妈初二了？哎呦！哎呦！吓死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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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哎呦，吓死我！五票，我说还好。哎呦，吓死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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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点，差点，我差点，我差点，我差点，差点我就没了！我滚你妈！差点我就没了，一身汗。我看一眼啊，试票卡哪个哪些人投了我？拿着警徽，那我也没办法。那七可能就是张好人牌，因为七本轮弃票了嘛。因为二号出血的狼坑是哎呦三。小阿 K 投的这是谁呀、啊？小阿 K 八号牌怎么不见了呢？对不对？他说，我说我对话三号四九四，我跟九四九号四号不认识，想拉四九的票。那我有逻辑告诉你们，四九是两张好人牌嘛，对不对？我点的狼坑，反正就是二，七号是好人牌，那就二号、八号、十号、十二号，啊，二号、八号、十号、十二号，容错可能是张六号牌。因为六号牌它是一张直接在第一圈发言后置位都没听到情牌什么牌的情况下就点了四狼的，所以我定不太准六号的身份啊。因为七号这轮就是在最关键的环节弃票了，所以我觉得七号可能是在七八中我打出的一张牌。其实我这验是奔着狼验的，我想摸一手秀阿 K， 因为女巫这个已经站错，带着警徽站错边了嘛，那我也没办法。反正我希望大家能记住，就我点狼坑吧。我保三的点我其实也聊了，三号牌能在一二中占九他就做不成狼人，因为狼人都是知道谁是狼谁是预言家的，怎么可能占边一张炸身份的牌呢？你玩狼人牌的时候你占过炸身份的人吗？这肯定不合逻辑嘛，对吧？而且我这个就二号他就不能是就夜里安排好的战术就是要这个自刀起跳的一张狼人牌吗？也可以是吧。但是因为二号你是你五号女巫的金水，你有点饮水情节，其实我出局我也能接受。但是我希望那个啥，你能读到一匹狼，我也不奢求你读二号，你能不能把就是这个八号读了呀？八号肯定是狼人牌，行不行？八号把八号读了，那要是你饮水，你肯定不愿意读你饮水，因为如果你想稳的话，你肯定就读二号，肯定是狼。因为我是预言家嘛，我的狼坑就给你们点到这儿了，然后你们再思考思考吧。因为无非矛盾点就是这张三号牌是否为狼人牌，你们去考量一下，就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们是狼，会不会占一张井上就占一张炸身份的人的边儿？那不是身份就爆中爆嘛，定中低中低嘛，对吗？所以三号一定不是狼，五号在想。天黑，请闭眼。狼人要是刀我，那狼人就交牌，所以我一定不会死，知道吧？因为狼人已经裸冲了，因为五号的口误导致狼人裸冲，狼人裸冲我之后，狼人要是刀我的话，就很难啊、哎。但是这盘也没办法，他们第一天就刀我了，我本来就是饮水预言家，我跟你说，我这盘要不是个饮水，我可能没了，就这就差了点五票。珍惜你们现在的美好时刻吧。坏了，我要被砍了。不用开门了。天黑，请闭眼。我给你们看。十一号自爆了，
那个刚才是十一号自爆三和十二双死，也就是说女巫读了三，十二号被砍了，然后十一号就自爆了。亮了。十一号自爆完之后就砍我了，嗯，砍我了，然后现在剩下一个。他们要扛推四，应该。我要挂机了，我挂机，我要睡觉了。我操！KS，KS你妈！KS还想扛推四呢，他 KS 想扛推四，结果刺到你妈挂机了。游戏结束。他说，他说他挂机了。KS 心态崩了。八钢枪啊！八说我跳枪，我没跳枪。看，气死了！操！狼队自爆，本来想扛推投错票四，他妈他说他挂机。哎呦，秀阿 K 哟，秀阿 K！ 哎呀，把秀阿 K 气死了。不是太没素质了，太他妈没素质了，太没素质了，差0.5票我就出局了，谢谢大家可以帮我点一波那个关注啊，然后那个，有能力关注花一毛钱可以加一下我粉丝团，我粉丝团已经10万多人了啊，挺好的。结束了呀，我重新建主了，这盘不用复盘了吧？我重新建房了，上把狼人，哎呀我。那我给你看一下吧，啊，给你们看一眼吧。提交结果，主播好人，上把狼人一号、三号、十号、十一号啊，然后其他的就不用看，没什么可复盘的。五号女巫，十二号盾，八号枪，哦，八号枪，六号不是枪，哦，我找错猎人了，嘿嘿嘿。不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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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重要。上一把主要我预言家发言太好了，你知道吧？我预言家发言太正气了，没办法，我这个预言家发言真的棒，只能用棒来形容。但六号真的挺像枪的，他说要出我之前先出他，我还以为他有身份，不然怎么出他呀？都怪小阿 K 呀，刀你还让我给你发杀，都怪我呀 ！Go go go， 刀我才行，杀你！我下把还刀你，刀死你！行行。啊，不过呀，有声望压制，这怎么打呀？打不了啊，他就出门走江湖，就靠他这一头名声。啊，怎么说？怎么说？我就玩赖了。你给我开变声器，你给我开变声器。可以扎身份，我觉得还好吧，扎身份。谢谢水哥的保时捷，啊，我不买牌啊，随要什么是什么，我跟去看看吧，随要什么是什么。请看牌。哎呦，怎么又是预言家呀？天黑，请闭。